种性跟菩萨种性，他认为都是定性的，就是你再怎么告诉他大乘佛法什么法你都没用，他只能证得声闻。菩萨呢，他就只能证得菩萨，他不能成佛，他定性了就不能成佛了。那阐提呢，也不能成佛，他的定性已经是只能断善根的人，没有善根。那只有不定种性的人，他可以成就声闻，也可以成就菩萨，也可以成就佛。我一直讲的这个不定种性啊是最重要，就是你要发心发愿的话，你希望自己得成就的是成就一个不定性的，这样不定性的这个善根，我不要确定自己只成就某一种。我们在心中啊要升起来，我一定要成佛，但是呢成佛我们不能说不成就声闻，不成为圆觉菩萨，不能这样想，就是我们要所有的这些人生的境界啊，生命的境界我们都要去经历过，这不定种性。唯独不定种性呢可以成就一切法的这个妙用。所以这里面说慧中的定性声闻，他即便只能成就声闻，那佛呢也又告诉他记住一切啊未得二空。二空呢是指人我空和法我空。人我空就是六根六尘六识我执，法我空呢是指法执。这个我执啊，我们去观察，我们觉得好像这个妄想啊，妄想背后呢有一个明明白白的这个我，这个我破除掉了，那我就解脱了，问题就万事大吉。可是这个事物啊，我们认为我执着有个我，因为我有思想，我有妄想，我有颠倒，所以呢有我执，好像能够理解。但这个事物也有我执，事物也有我执，就我们对事物当中的这个我啊，我们只以为是，就总认为事物是有自信的。我们平常的观念啊，就感觉事物是有自信，就觉得它是存在的。它是以什么形态存在啊？我们说它是不锈钢，不锈钢就是它的性。很多人他直接感觉是这样，但这个感觉是错误的。所以呢人我执是指五蕴当中色受想行识，认为五蕴当中有个我，或者我当中有五蕴，因为这个法五蕴当中有个我，有个真实的我。那我们看通过观察，我发现啊五蕴当中其实是没有我的，色受想行识五蕴皆空嘛。所以你认识到五蕴当中没有我呢，那你接下来的第二观点就说五蕴当中是没有我，我知道了。可是构成五蕴的这个法是真实的，我们会觉得设法，虽然设法的这个杯我们说是假的，可是构成这个杯的不锈钢应该是真实的。那我们平常啊，就对法我执，实际上是对一切法认为有一个真实的法，有一个法的自信，这叫法我执。我们总觉得每个事物叫什么鬼神物结任持自信，就每个事物都有认识它自己的性能，比如说火是热的，水是湿的，空气呢是通灵通的，是通的，通达，这个空间啊是通达的，墙壁呢是阻隔的，好像我们总觉得这种性能就是它自己的自信，实际上不是它的自信，是我们凡愚赋予它的
这种一种观念而已。所以我空的人，他断除这个分断生死；法空的人呢，他能断除变异生死，两种生死。所以未得二空，就意味着他既不是罗汉，也不是大菩萨，二空没有得到，或者得到一空，没有完全得到二空。就是真正得二空的人就进佛性了，听懂这句话啊？真正得二空的人，就人我已经空掉了，法我也空掉了，空了以后显现出来的是佛性。所以我们平常不能把佛性当成一个东西来描述，你想描述的话呢，就应该讲我们的执着破除，这就是佛性，应该这样去讲。就像我们拿一个杯子在手上，你想描述杯子里面的那个空间，你不能说杯子里面的这个空间，这里面的这个性啊是圆的，实际上你告诉大家这个杯子是圆的，杯子里面有个空间，这样说是对的，因为杯子是缘起法，你能够讲形容它是圆的是什么样子的，可是你不能形容杯子里面的那个空是圆的。为什么呢？因为杯子那个空，你现在外面的这个给它圆的，它就是圆的，如果你外面不给它圆的呢，它其实就不是圆的。所以不能把自性啊，把佛性啊当成一个东西去描述，明白没有？如果我们的心中把佛性当一个东西去描述，这就是常见外道。因为我们心中觉得有一个东西好像永恒不变的生灭，永不生灭的东西在那里，就是那个观念是错误的。当然杯子里面的那个空间，你现在在这里是杯子里面也是空间，也是这样，你把杯拿到那里去也是这样，这里的这个空间不会因为你杯拿走了，这个空间就跟着你走。可是我们拿着这个杯好像也没有空间，没有哪一个空间说这里这个杯子里面的空间从这里出来了，我杯拿到那里去，那里空间又进去了，它也没有的，它本身你看从来没有动，没有动，可是你杯子在动，它也没有动，你只能通过缘起的这个现象，标月值一样这样去说它。所以说现象，说这个有为的相，怎么说？说完了以后，你背后不能觉得自性是一个东西啊，这样子。所以法空啊，破得法空的人才能见到佛性，就对法的一种执着，常见和断见都是法空，都是这个没有法空，都是没有证得法空，就是在法空上面出的问题，出的邪见，所以叫常断二见。那我们人呢，凡夫的直觉以为人是人生不满白，常怀千年忧，一百岁都没有忙，常常要考虑子子孙孙代代都把想的想得很好。所以这种观念呢，就以为着我们生命是永恒的，这观念也是错误的。他生命呢，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断灭的。如果你认为生命死了什么都没有，就是断见。如果你认为人的生命好像我们会觉得人的生命核心是自性，自性是没有生灭的，那你这个自性是一个永恒的东西，你这样去想也是错误。它是一个不生灭的，是对的，可是它不是一个永恒的东西。我们脑子里面不能把自性做一个东西去理解啊。所以未得二空的人呢，就意味着他没有见到这个空性，没有见到佛性，没有在事物背后啊看到本质，是这样的人。那么回向上乘阿罗汉等，回向上乘呢，这阿罗汉是小乘，回归大乘，大乘比阿罗汉更高，所以叫上乘。回小向大，这叫上乘。阿罗汉也有回小向大和这个宝果不前两种。宝果不前的阿罗汉呢，就像我们大家平常受了很多的委屈啊，在轮回当中受了很多的苦，现在终于看清生命轮回，世间种种欲望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痛苦，于是想办法赶紧摆脱。那么一旦摆脱了以后啊，我们心中的重担就没有了，没有了重担呢，你就不愿意来在这里承担世间的度众生的义务。哎，闻
毕竟空啊，如刀伤心，一定要安住在这个涅槃的世界里。这就是保果不前，保住自己现证的这个果报啊，不前进了。另外一种呢是回小向大阿罗汉，就是证得了这个果位以后，他还有一点良心，也就是过去的父母兄弟啊为他做的事情，他有亲人朋友，他还想到自己无量劫的轮回有很多有恩的人，我们要去报这个恩，哎，要想到给别的众生，甚至呢要想到感念佛恩三宝恩，哎，众生恩，这样子一来啊，他升起这种恩德去报恩，然后呢他的菩提心就自然显发为慈悲的妙用。那这种人呢，他是回小向大的，他不会心甘情愿让自己一个人解脱就算了。虽然一个人解脱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这个没有错，但是呢你解脱了以后，如果你不发大乘心，不转小向大，那我们还是有负我们的三宝和师长。哎，所以这里面讲佛要讲这个普为大众宣讲这个真圣义性啊，更随讲声闻，还有没有得二空的人，还有呢是回小向大的阿罗汉。为什么呢？要使他们皆能够获得一乘极灭场地。这个极灭场啊，就是极灭道场。一乘呢，《法华经》里面讲，诸佛出现于世，方便说法度众生，无二亦无三，唯有一佛乘。是没有二乘和三乘。我们平常讲五乘正法的安立，这是一种方便说。所谓方便说呢，就是说从究竟来说啊，它只有一乘，成佛只有一条路到底。之所以有二乘三乘呢，就我们的这个力量不足啊，所以到成佛的这条路上中间设了几个拐弯的地方，一个是声闻二乘，一个是加上菩萨乘。那么设了这三个拐弯的大地方是让我们休息的，就我们大家的心力啊都是非常有限，我们没有发菩提心之前，大家做好事你看我们就很难坚持到底。那你想了生死说直接到成佛，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很疲劳很辛苦，所以呢先有一个涅槃的境界让我们先在这里安住，那这是一个间断性。这第一大阿僧祇劫修满的时候，你就是人我执破除了，证得空性。哎，诸位如果能够观察到六根六尘六识里面没有我，然后呢你在生活中把这个我拿掉了，就见识后断尽，这个时候你证得的这个空性是第一大阿僧祇劫过去了，三大阿僧祇劫。第二大阿僧祇劫就回过头来又在生活当中去为众生，为众生不辞辛劳学习五明，学一切世间出世间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这学这一切法的过程，就把这些法都学圆满，这是第二大阿僧祇劫。所以第二大阿僧祇劫学习的地方才是多呢。我们第一大阿僧祇劫呢是减法，加减乘除啊是减法，第二大阿僧祇劫是增法。他们说这个人生活着呢有两个阶段，就是我们前半生四五十岁之前我们要学习增法，就是加法咯，加减乘除嘛，我们学习加法。从小时候呢我们要开始衰退，来学习减法。所以孔子讲说人之这个幼年呢、啊、少年呢 患戒在戒色，为什么？你在增加你的身体的过程中，你如果太贪色了，还没有增加好，还没有身体发育还不全，你就破坏自己，那你这个生命就很惨了，就是多病多累，然后呢整个意志力涣散，完成不了人生的事业。所以开前半生是学增法啊，增加自己的体力，增加自己的见闻学识，然后半生呢我们要学习减法。所以人之将老戒之在德，
你老年了，岁数大了，不要什么东西都想得到，而子孙你也想满堂了以后，你还想个个对你都特别好，你才高兴。那很多老人家，这个孙子啊、外孙啊什么的，今年拜年没来，就在那里嘀咕，他怎么还不来拜年？这戒指在得，岁数大的人呢，这个生活越简单，你就显得越富贵，越少，越有这个贵啊，贵人的这个相，并不是你拥有的越多越好。现在这个夏天过来以后，你看这个万木开始萧条，树叶开始落叶归根，但是所有的落叶归根了以后呢，这个树啊，它都是最真实的。所以岁数大的人呢，你要不能再给自己搞花俏了，哎，你要活得越简单越朴素，你的生命的这个力啊才是踏踏实实的，这个最高贵的地方。所以那个冬天的树我们砍过来做木头做什么都牢固的，如果你是春天的木砍过来啊，它就不牢固。为什么？这你还在增长的过程。那岁数大的老人呢，他还希望这个也要第一，那个要出风头，那你就完了，你就是不牢固的朽木。那么修行呢，好像恰好是相反。修行在学习的过程中是这样，需要增加，可是在真正落实在心地上，你第一个需要达到的是减法。我们有太多的疲劳，太多的错误的观念，所以先要止住这些错误的观念，慢慢的减少，淡薄下来。那出家一出家就要剃头干嘛？要减法，头发要剪掉，东西都要剪掉，减少了，你心里面牵挂的东西慢慢的淡掉。那么淡到什么程度呢？淡到这一切都不给你有负面作用了，世间法都不能影响你了，你已经找到了不生灭的这个空性了，就证得前面说的二空的人我空以后，要法我空，那你就要学习一切佛法，那叫真法，要开始增加。所以第一大阿僧祇劫呢，我们就学会放下，去就这么两个字，你要学会放下，把心中的一切是非人我好恶通通放下，甚至最根本的我执把它放下。然后第二大阿僧祇劫就开始学习，学习干嘛？就是以慈悲心作为动力，学习不是为了自己的，因为那个自己已经放下了。你要是那个我执没有放下呢，你学习来学习都围绕我，那围绕我学来的东西全部是世间法，都是不可靠的。你只有体会到这个无我了以后，然后再去学，你学习每一件法都是为每一个众生，那这样一来啊，第二大乘期的修行就成为我们成就世间智慧后得有分别智的全部内容。当你把世间的一切全部学会了，全部通达了，可是你内心的人我执呢也没有，所以空和有这两者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同时显现出来，这人法二空，心里也没有了，万法你都学会了，也不会再执着了，所以这两种啊都同时显现出来，是二空之法。那么一乘的道场是什么？就是减法增法都学完，最终干嘛？空有不二，达到空有不二的境界啊，是正入中道。那么中道把握了中道的人，或者正悟中道的人呢，他可以在空中安住，就是人我空，在涅槃世界里面安住，也可以在我们有中安住，在一切法空一切法有，一切法去空不可思议，一切法去有也不可思议。那他说有说空都没有关系，因为他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我们现在如果说有说空，我们就在执着，其实你说空好像就觉得停在这空里面，你说有就停在有里面啊，我们仿佛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进入中道以后，他的生命是完美的，只有进入中道的这一个法门是佛法的最终极的目标。至于证得我空的阿罗汉和证得法空的，或者说修行法空过程的这个菩萨道啊，这都是过程。所以归根结底啊，只有一乘，没有三乘，没有三只船。我们说到达彼岸的时候，用船作为乘嘛，乘就是船的意思，就是车，乘车的车，
就是指这个运载的工具。从此岸到彼岸其实只有一条船，不是三条船，不是说这个船到那里那个船到哪里，不是这样，只是一条船，你坐到哪里呢？你坐了一半或者坐了一半过，哎，最终到达的那是最后的，只有一条船。所以佛讲的二乘和三乘啊，实际上是把这条船这个人生的这修道成佛的这个过程分开三个阶段告诉我们，分开三个阶段。如果三个阶段还不够呢，把这个渡河上船的这个前面一部分也告诉我们，就是我们从家出来要到码头这一段也告诉你，就是人天秤。人天秤它严格意义上说不算秤，为什么不算秤呢？因为它没有办法渡脱生死彼岸，它只是在做渡生死彼岸的准备工作，就是你必须要跑到码头去你才能上船。那跑到码头的这一部分需要引导，需要有人蛊惑，哦，不是蛊惑啊，就是打广告了，需要有人在那里鼓吹，吹什么呢？就说哎呀，涅槃彼岸非常好，我们赶紧去。哎，我们一听的好，我们去了，就需要有人在这里做人天秤上法，说哎呀，这个修人天秤能够这什么五戒十上，能够得人天的善报。我们一听哇，做人当中又得人中的种种好处，我们一点觉得人中的好处呢，我们很乐意。所以呢，修布施啊，修持戒啊，就先从这些来集聚资粮，加起来叫五乘正法。而实际上五乘正法就是佛法的一条路啊，从凡夫到成佛的这样一条路。这叫一乘。极灭场地呢，极灭场就是佛讲华严经安住的极灭道场，也就是禅寂观净土。寂灭就寂静无为，灭诸烦恼，一切见思无明烦恼都灭了，都寂静了，不再动摇了，这叫寂灭。场地呢，这寂灭好像是没有任何东西了，一切是人我法我全部消灭掉，场地啊好像又有东西。所以有东西在哪里呢？就是你生命的任何一种显现，一种表现，这是一种光明。所以寂灭场也就是禅寂观。寂灭场地呢，这个地也就是土地，也就是禅寂观净土。寂灭场地是禅寂观净土。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获得成佛的这个净土，最高的净土。这净土有四种：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最后才是禅寂观净土。那这是最高的境界，也就是我们的心性佛性展现出来的两种特性，一种是寂静，一种是光明。所以清净和光明啊，是我们生命两大宝。清净呢需要有定去显发，光明呢需要由我们的慧去显发，这定和慧啊，这两者。后面是真阿炼若正修行处。真阿炼若，阿炼若啊就是阿兰若，翻译成汉字呢就是寺院、寺庙、无真、空闲处或者寂静处，就是在没有人干扰的地方，没有吵闹的地方，在心灵的世界里没有人干扰的地方，就没有人我干扰的，就是涅槃。涅槃是我们干扰不了的，那刚才居士说的涅槃跟生死是没有交涉的。从这个角度说是可以，因为你生死是到不了涅槃的这个份上，生死是我们的幻执妄觉这个妄想颠倒的情况。所以阿兰若，就真阿兰若。什么叫真阿兰若？就是人我执断除了这个境界还不叫真阿兰若，但这只是一个涅槃本身。真正呢要能够回过来断除法执，不住涅槃，这个才叫真正的阿兰若，是下面想说的道理。那平常的阿兰若呢，就是指我们住的寺庙，在寂静处安静的地方，这叫阿兰若。像我们在这里没人干扰，不会有声音干扰我们，这叫阿兰若。那么这种相的阿兰若呢，就是相对性的。所以真阿兰若啊，是指我们的心性，我们的心性是从来不会动摇，也不会因为任何事情动摇。
而且呢，他会了知一切事物千差万别的本相。这样子，所以叫真阿莲若。正修行处呢，是指啊，一乘的道理，只有见现以后，才能找上一乘的这个修行道路。也就是明心见性以后啊，正得本来面目。见性以后的人呢，是登地菩萨，就别教讲的登地菩萨、初地菩萨，把第一篇无名破完了。破完了以后，这个时候他的修行啊，才是正修行处。平常我们凡夫修行啊，说实话，我执没有破，你修的全部都是冤枉路，修行都是盲修瞎练。我们听的说这样好就往这样跑，那样好就往那样跑，都是找得很冤枉的。就这个方向你不明确，那么听闻经教以后呢，我们这个方向有点方向感了，知道在心地上用功了，找到方向感了，这还不是真正的修行处。你下手在哪里下呢？因为我们是轮回的众生，所以你只能在轮回的地方下，轮回的地方在就是打妄想。我们只能在打妄想的地方，不要打妄想，是不是？只要在妄想停下来的背后清清楚楚的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下手。所以这个地方下手只是找到方向感，并没有真正的上路。阿罗汉呢，他是有一点上路了，但是他上的这个路啊，常有的目标没有，所以也是半截的路的半截。所以只有证了佛性以后，到成佛啊，他才算真正的踏实的上路了。所以叫正修行处。阿罗汉呢叫偏修行处，我们凡夫叫迷失的修行处。我们的修行处是有问题的。当然了，凡夫的如果从凡夫的境界上，正修行处呢就是三宝，就是对三宝啊升起信心，把心安住在佛的觉醒，安住在法的正确，安住在内心的清净，就这种感觉在凡夫份上也是叫正修行处。但这个是相对于我们都迷失的人来说，实际上呢，这里面讲的正修行处啊，是指见性以后，所以悟后起修才是正修行。没有开悟的人呢，他的修行都不是真正的修行，因为他今天往这边找，明天可能往那边找，所以呢，有时候是东倒西歪，风来这个东风随来就往西倒。南风来就往北倒，是这样的，随风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基浅啊。那么这是佛陀的意愿，就是当富罗那提出疑问以后啊，佛陀就想告诉他们这些道理，说汝今谛听，当为汝说。你现在呀，要谛听，谛就是真谛、真理、真实。你想听，你就要真实的用心去听，不要听了就算，不要听了跟没听一样。是你确确实实想听的，我才告诉你的，告诉你这个道理，你要认真听。我就应当为你说。富罗那等啊，他是这个亲佛法音啊，就是非常敬仰、渴望佛给他讲这个法，所以呢，他没有吱声。默然沉听，这个沉听也很好啊。沉是什么？就是这个瓶放在这里，你手拿着这个瓶，然后别人呢，这个水从上面倒下来，你拿去接这个水，这叫沉，继承，要把它接下来。你要是接不下来呢，就不是沉听。所以佛法讲的这种观念呢，诸位的大脑啊，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心田。八识田中呢，你就是一个瓶，那你这个瓶现在是不是清净的瓶？瓶口是不是朝上？那如果你瓶口朝上，这个法水灌下去，你就承听，你就继承了，你就接过来了，就是说，如果你这个瓶呢不干净，你倒下来这个水就有问题，所以。听法就是四种瓶啊，瓶的四种状况。第一种叫做染瓶，就你瓶里面有污水、有脏水，
那个甘露灌下去以后呢，全部成了脏水了。所以你那个瓶要是不洗干净的话，你所有的东西倒下去都成为脏东西，不管多干净的。那我们大家听法呢，如果你心里面存在很多强烈的我执我见，自以为是，以为这样以为那样，那些观念你要是不放下，你肯定听啊，听听觉得这个不对劲，或者听听自己就理解偏掉了，你就不能如实的去理解法义。所以最好啊，把自己心中啊清理干净，就是你发心听的时候在这里，就把自己的身口意全部交出去，扫除的清清净净的，然后呢不以任何先入为主的知见，哪怕我昨天讲的话给你，或者上午讲的话你也不要管，你要把它扔掉，然后在这里啊，你就静静的去感受这个法的内容。这是第一种染瓶没有用的。第二种呢是覆瓶，覆瓶是什么呢？就是把瓶覆盖过来了，瓶底朝天，瓶口朝下，这样的瓶子啊，这拼命给你灌水灌下去，全部在外面，一点也没有入心，所以叫法不入心。给你讲这句话，你想的是别的话，我要讲话的时候呢，你偏偏在那里念佛，你又不听，不认真听，或者是想着别的事情，或者呢在那里打瞌睡干自己的事儿。那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就经常有同学是这样，给他讲中观吧，他要拿唯识的书来看，给他讲天台啊，他要拿净土的书来看，讲净土呢他偏偏拿禅宗的书来看，就是老师讲什么他不看什么，这就是覆瓶，就是把自己的瓶啊倒过来了，总有自己那一招，那样子学习一点也没有用，学不好的。第三种叫漏瓶，漏瓶啊是比较难，可能我估计大部分人都是漏瓶。哎，法是灌下去了，听也听懂了，听的时候是听懂了，听完了好像什么也没留，心里面不起作用。哎，我们经常会这样子，你听完了以后你在生活当中好像没有任何影响，这就是漏瓶，就是你听完了以后。所以我一般讲课的时候啊都比较注意，就是说我希望大家听完了以后，然后就安住在这个法的状态当中，离开这个教室，你就会把这个感觉啊慢慢的带入生活，那这个水，这个法水起码没有漏掉，哎，你生活当中能够慢慢去体验它。如果是漏瓶的话呢，就听完就是白听，过一遍而已。那正确的听法呢，就是正瓶净瓶，就正就瓶口朝上，净呢里面已经清洗干净了，然后呢安住在这里不动摇，然后整个身心沉浸在这个法当中。所以沉听呢，就是这个沉字啊，就表现这样一种状态，是能够继承上面传下来的这个法，用心去听啊，这是佛陀允许他们提问的问题。接下来内容呢就非常多，下面是正说解除这个疑惑。解除疑惑啊，是两个部分的内容，一个部分是迷真起妄，就是我们凡夫众生是从把真实的心迷失了，真相迷失了，而所起的整个都是妄想颠倒，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诸佛如来他是全妄即真，开悟以后的人呢，所有的我们认为是妄执的，或者我们现在是妄执，在佛菩萨如来的眼睛全部是真实不虚。那么迷真起妄的就是生灭凡夫现象，生灭凡夫的六根六尘六识七大，是迷真起妄的现象。诸佛如来的现象呢，就是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全部是本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全妄即真。这回答是从这两个方面来回答。先看我们看啊，第一个方面，大家看这个经文，佛言：富楼那，如如所言，清净本来，云何获生三河大地？
主产不闻，如来宣说，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富罗那言：唯然世尊，我产闻佛宣说思义。这前部分呢，是回答佛陀啊，是回答这个跟这个富罗那说啊，说如你所说啊，清净本来这个六根六尘六识七大这些，它本来如此，本来就是本来的样子，本来样子就是清净的，没有任何杂染的。那为什么会忽然升起三河大地呢？就问题在这个生字啊，生。所以有人解释说，佛法讲的这个生啊，跟道教讲的生好像是一样的。有一个人就这样说，道教是什么？道教讲的这个生啊，他讲无极生太极，对吧？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然后八卦呢生万物，无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是这样子，一个生一个，一个生两个，两个生三，是这样派生延伸出去的，从一个生为两个。他有一个第一因，第一因是什么？无极就是第一因。所以一切法万法归一，关于哪里啊？归到无极上。无极他认为是宇宙的真实面目啊，有一个无极的状态在那里。所以这个太极图，他把阴阳两种放在一起，所以无极是无啊，太极是一，无生一，一生二。太极图里面有一个阴阳两极，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是这样子去理解。而佛法里面的讲的这个生呢，或生三河大地，佛法讲缘起的生，这个生呢跟道教讲的这个派生的生呢不一样。我们说这个爷爷啊，爷爷下面有父亲，父亲下面有儿子，当然有我哈，父亲下面有我，我下面有儿子，是这样子一代一代生下去，好像父亲跟儿子啊是两个隔开的，他两个不能一起，对吧？如果是一起那就麻烦了。世间啊，世间相是一个生一个这样子生下去的，那么你如果观察世间万物也以为是这样生下来，这就错误了。世间万物呢，它本来没有生，只是我们觉得它有生，是这个觉上的错误。所以我们的问题啊，不是说世间有这个生灭是痛苦的，问题是我们觉得有生灭的这个感觉，这个认识是错误的。这无明生万物，无明生万物的生跟无极生万物的生是一样吗？不一样。无明生万物是什么生法呢？就是它生的整个过程是没有生，这个过程啊它还是没有生。就像这个水生成什么波浪，我们如果不解释的话呢，水生成波浪我们会觉得好像你去看那个海边那个浪啊，我们的直觉是什么？就是那些浪都是从那个海生出来的，我们直接感觉叫什么浪花，浪花是在下面的水把它生出来一个浪花，我们会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其实这个感觉是错误的。为什么错误呢？因为那个升起浪花的那些水啊，是浪花自己的水，不是下面那些水给它生出来的，明白没有？下面那些水要是生浪花的话，那就下面那些水也是浪花才叫它们生出来。浪花是一个浪花的现象，下面的水呢它没有生浪花是没有水的现象。你不能说我们这个浪花是从你那个水生出来的，它们之间其实没有这种你生我生你的这样一个关系。不是说下面那些水是父亲，上面这个水是儿子，你不能这样子去给它分开。因为上面这些水是风一吹过来它就变成一个花的样子了，水花的样子了，然后呢它整个变成这个样子的过程中它自己还是什么？还是水，整个过程啊还是水，它并没有增加什么东西，对不对？水变成浪花的这个过程并没有增加水，也没有增加花，就花的内容没有增加，还是那么多水。如果我们一碗水把它在这里抖一抖啊，水珠蹦起来了，那就是碗里面的水抖起来，你放在那里停掉了，那就碗里面的水停掉了。所以它整个过程啊看上去好像有生有灭，有起有落，实际上它的内容呢
从来没有减少，也没有增加，不增不减。所以佛法讲的生灭啊，是告诉我们，我们的错觉有生灭，真正的生死是没有的。我们从来没有生死，这无生死可了。但是凡夫由于我执啊，由于一念无明，就是迷失了这样一个状态，就不知道他这个波浪跟水的这个关系，全波即水，全水即波，我们不知道，所以他生即无生，无生即生，他并没有生灭，那显现出这样一个状态，这跟道教的完全是两码事。它不是，你不能把水作为第一个因，不能说我从水生出第二个水来，不是这样子的过程。所以生灭的现象呢，那么护生山河大地啊，富罗那问的时候，因为我们通常人会觉得山河大地有这么生灭，有个现象，你既然说山河大地都是本周法界啊，这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既然是它清净，为什么我们觉得它有生有灭啊？那这样以世俗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观念去看它，看这个生灭，那佛想告诉我们说本来没有生灭。所以后面啊，你看佛讲如常不闻如来宣说，你不是常常听到佛陀说了吗？你没有听说啊？难道是这意思啊？你常常不是听说听佛有这样说吗？说什么呢？说性觉妙明，本觉明妙。性觉妙门妙明，这是指一切万物的体性或者自性，或者我们的佛性，就是我们的自性啊，本觉它是非常的微妙，而且呢随时都显现在我们的前面，所以叫妙明。它不是偷偷摸摸隐含在事物的背后，而就在事物的当下，就在六根的门头，它从来没有隐藏过。妙明本觉明妙呢，这个本觉啊，是指我们的体，性觉呢是我们的性。所以本觉妙明这句这个本啊，是阿罗汉能证得的本，证本觉。性觉是本觉以后在性觉当中显现出来。那如果用这个水和波的比喻啊，本觉就是没有起波浪的水，这水还没有起波浪，它本来是很清明的，也很微妙。微妙在哪里呢？它虽然不起波浪，可是它可以起波浪，它一旦起了波浪了，还是这么多水，那就是性觉明妙明。虽然有生有灭啊，我们仿佛看上去有生命，而实则呢它没有生命，还是这么多水。虽然我们的体性是无相的，可是我们一切行为动作啊，一切举止都并没有离开我们的本觉。我们大家的整个身心世界都安住在本觉当中，那我们不知道。你知道了呢，哦，知道了，你这个行为动作还是本觉。所以这两个角度啊，一个是正体的角度叫本觉明妙，一个是起用，就是体只是不动的方面来说，用呢是指从动的角度来说。所以性觉啊，是一切动作当中看到它的性能。那我们能够听能够看能听能看的这个性能，它本身又是本觉，可是呢它又能听能看，它能够在这里显现，这就是性觉。所以性觉是非常微妙的，本觉呢也是非常微妙的。前面的妙明啊是强调在它的微妙作用，后面的明妙呢是体现它的清净本然，这两者都是不可思议，你这样去理解。因为迷真起妄啊，所以先得把这个真告诉我们，说真觉
觉性本来是即照照即的，觉性啊，它本来呢即是本觉，这个本啊是安静的、寂静的、不动的，同时呢它又是性觉，又是能够照料、照料万物，它也是两种功能，就是常寂观净土的寂和观。寂就是寂静的、不动的，观呢就是光明的、了然的、明白的。那水呢有两种功能，它停在这里就是水，它要是有风的这个源呢，它可以动动起来变成浪花，这两者同样都是水的功能。所以本觉就是不动的本来，而性觉呢就是它动起来也是它本来，也是水的本来，是从这两个角度。所以我们大家的真性，我们的觉性呢，它本身是不动的。那我们现在觉得人生有生老病死有动，你把这个动心去除掉，或者呢心给它停止下来，不要有生灭，生灭心不要起来，就是这个波浪，水变成波浪以后你看不清楚，我们把这个波浪心停下来，停下来以后你看清水的样子了，是透明的，是这个样子的，它没有动摇，然后你再让它起来，让它起来，你也能看到它，看到水。所以如果你想见性的话呢，你就去看到浪花，然后你告诉这不是浪花，这是水。我们凡夫，我们常常的这个直觉呢，觉得它是浪花而不是水，会不会？我们觉得它是花而不是水。但你如果能够在这个花的上面直接看到水，这就见性了。那我们的一切妄想颠倒，你要寂灭无我，停下来，这是涅槃，这就是没有浪花的水。那我们在现实的这一切生灭法当中，你也看到没有我，你也看到寂灭无我，那就是净性。所以《金刚经》讲若见诸相非相，就在相上你见到这个性，一切相都没有离开性，那就是一切浪花都没有离开水，你必须在浪花上面看到的这个水才叫净性。在停下来没有浪花的时候看到水呢，这叫正体。所以阿罗汉他只能看到停下来的这个水，菩萨他能够看到浪花当中的水，这境界是不一样的。这是富罗那说啊，说为然世尊，我常闻佛宣说思义，哎，他也同意，经常听佛讲这个法，这本觉和性觉的这种区别。我们之所以看到浪花的时候会觉得直觉觉得它是花而不是水呀，这完全是我们自己习惯性的一种错觉。就你现在明白这道理以后，你看到那个浪花，你就可以把它看成水，你完全可以的。所以这两者啊都是觉，都是觉。经常听佛说这个法，实际上释迦佛啊，这个讲了几十年佛法，也就是讲了本觉和性觉这两个事情。那他不讲这两个事情，他就没有真理可讲。这我们的生命的真相就是觉嘛，所以佛他是大觉世尊，就是把本觉和这个性觉啊，就是没有波浪的水和有波浪的水，他都看到了。所以他不管这个水是怎么一种形式，对他来说都没有关系。啊，这第一个。后面呢是双破觉性非名与无名，因为本觉和性觉，一个是妙明，一个是明妙，本来都是非常清楚可以看到可以体会到的，可我们现在好像觉得体会不到了，我们被无明掩盖了。那无明跟这个本觉到底是什么关系？就是我们为什么会看不见浪花当中的水，这个感觉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是从无明和明的关系。如果我们明白了，其实那个无明啊就没有，就是通过一种观照，我们今天学会去看这个浪花当中的水，你真的看到了，你开始是相信肯定能看到，因为它就是水嘛。然后呢你下次再去看的时候，就是看到它就是水，不会再把它想成是下面海里面那些水涌出来的浪花，而是想到就是水自己变成这样的样子。
就全花全部的浪全波击髓，这个感觉找到了以后，你下一次你说那我以前看到那个浪花就不是髓，那个感觉是错误的，那个错觉到底什么时候再发现呢？你就发现不了了，因为你每次只要看到它你就知道它是髓。所以后面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明与不明，觉性啊，它不是明也不是不明。因为如果讲明讲不明呢，好像又落入一个无明跟自性相隔离，自性其实没有隔离一切法，你如果把无明跟自性两个隔离开来了，又是一种错误，另一种错误。所以下面呢佛还要说，这富楼那他说自己已经听说过这个这样的教导啊，佛言汝称觉明为父性明，称名为觉，为觉不明，称名为觉。啊，佛陀啊，有时候经常会讲法以后，跟你讲完这个法呢，他会扫除这个脚印。哎，前面自己说的性觉妙明，本觉明妙。哎，佛罗那说我听过，我这个经常听你说。好，你一说经常听我说，他就问你那个觉。觉跟不觉是不是你脑子里面又产生分别了？啊，我们经常听别人讲法的时候，法师跟你讲完以后，然后你就哎，我理解了。你一说，法师哎，你这个分别不行。哎，我分别不行，你怎么在那分别怎么行的？这是扫除啊，就是你这条路走过来，脚印踩下来，你踩在这个脚印上，你要离开这个脚印，你才能到家。修行的法执啊。容易产生的就是你通过任何一个方法让自己达到的，这都是脚印。不管是净土也好，禅宗也好，这一切法有很多人呢修了这个法他就舍不得了，哎，他觉得停下来都不行，实际上你就把那个脚印当真了。所以佛讲法你看在这里啊，又要扫除对于明与不明的这样一种定性的解悟，或者说你理解了，你有没有证道？你想证道必须把理解的那个东西意识当中的把它扫除掉。所以后面接下来说你讲的这个明觉啊，这个觉明啊，哎，到底是性明呢称名为觉呢，还是不明称名为觉，称名明觉？富楼那说啊，若此不明这个富楼那是讲了说，若此不明名为觉者，则无所明。那不明是不明白，不明白这个性觉或者本觉啊，两个都不明白，这个如果称为觉的话，那不是问题很严重吗？说这无所明。佛言，佛告诉他说，若无所明则无明觉。那如果无所明呢，没有所明的这个道理，那就明觉也没办法说了。无所明，有所非觉，无所非明。如果有所就有能啊，能所相对，没有所如果有所呢，那就不是觉。也就是说水跟波浪这两者，水你在波浪上看到水了，然后你觉得这个水是生起波浪的东西，水是能生，波浪是所生啊，能所分开，你说是分开的吗？肯定不能分开，因为它全部的那个波就是能，也就是所，波就是水嘛，水就是波嘛，所以呢你不能这样强为分开。那如果你不分开呢，那下一个问题又来了。所以说若此这个佛告诉他说，若无所明啊，则无明觉，没有所明的那你就没有明觉。若有所明呢有所这个，如果有所明呢，它又不是，也是非觉，就没有这个觉性。那么无所非明，如果没有所，你明白什么呀？那个觉也没有了，就变成这里面你听起来好像很绕啊。实际上呢，就是能所相对。你要是把能所拿掉，没有相对，好像又没办法能明所明没有，又没有觉了。你要是硬把它对立起来，好像也不对。所以呢，这个时候有一点困难在哪里？所以我们凡夫的眼睛呢，它总是看一面不看两面，
他就是告诉我们，你既要看到这个浪花，同时还要看到这个水。他们两个既是一个，又不是一个，因为毕竟有又可以叫浪花，也可以叫水。你看，全部的浪花都是水，全部的水都是浪花，你又不能把它两个说成是一个，同时你又不能硬把它说开，说水生成浪花它是两个，你又不能这样说分开说。所以这里面讲看起来就好像有点绕起来啊，文字上这无所非名，无名又非绝障明性，如果没有名，那么绝障明性也没有了。那如果把这个水和浪花的这个比喻啊落在我们的心中的时候，在现实的我们现在的这个眼前这一切相，一切差别相全当浪花。那我们明白了这现前这一切相，这就是明。那么明白了这个相，明白跟这相好像又不是一个，不是一样的，就是水跟花跟浪啊，它不是一个。我现在虽然明白的看着你们都千差万别，你看我那个明白的那个感觉啊，那个觉明啊，跟你们的这千差万别是不是不一样啊？我们明白的那个状态好像是清净镜子一样，对不对？你现在眼睛睁开，前面都看得很清楚，明觉很明白的，没有什么。那如果说我这个明白离开你们，那你又拿什么来明白呢？又必须要通过你们这个千差万别才显现出我的明白来。通过水显示了波，哎，通过波显示了水，两者它既不是一个又不是两个。那我现在的我们的佛性在六根门头放光也是一样，我们的佛性放光在一切差别处一切分别处都是佛性在放光。可是你说我不要这一切相，我来分别我的佛性，可能吗？你所明的东西都没有，你能明白的那个觉性跟谁说觉呢？就没有可明的东西了。就像我早上说的骑车的技术一样，你如果没有车，你说你哪里说你有什么技术啊？你没有理由说你有技术了。所以只有在车上骑的时候我们说它有技术。那现在呢，我们六根对外界的六尘产生了这种觉受，明明白白的这个觉受，你说这个觉受是不是外在的，是不是外物？它不是外物。那你说是不是离开外物？所以后面想有所或者无所无所明的所啊，无所还有有所非觉，还有这个无所非明，这三个所啊是指能所相对。就是你如果没有那个所，没有所明白的那些景象，你能领的那个明啊，那个觉性啊，它不存在，它没办法显现，起码是这样。那本觉它没办法显现。那现在要进一步呢，要告诉我们，我们的真心，我们的觉性是在一切觉知言语举止见闻觉知当中，不在见闻觉知之外，或者说全体的见闻觉知就是我们的觉性。所以十八界本如来藏妙真如性，那全部是，我们一直在轮回，你哪里能感受到全部是啊？所以这个里面就很奥妙，在语言上听起来很绕口，是不是很绕口？十八界又是都是佛性，然后我们又感觉十八界又都不是佛性，我们看到的全部都是浪花，一点水也看不到，然后你还告诉我这全是浪花，这其实也全是水，这话没错啊，全是水啊，但我们偏偏就只感觉到浪花，什么水也感觉不到。或者呢，我们感觉全是水的时候，我们把浪花忘记掉，这阿罗汉就是这样，他只感觉到水，那浪花又忘记掉了。所以佛性在六根门头能够启用的帮财运水即是佛法，就是水很清楚，它显现什么浪花都没有关系，都是水，不离本处即道场，不离开我们任何一个起心动念。从根本上说，水和浪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它没有增加没有减少，所以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没有任何造作啊。
没有任何造作不方有种种显现，这就佛性了。啊，这是第一点，就是这个真觉啊，觉性本来即照。第二点呢，就要详细的回答迷和悟的情况，就是迷的人，我们凡夫迷了以后啊，就是迷真逐妄，如来觉了，他是全妄即真。所以迷到底是什么情况？众生迷真成妄，这个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可能因为他是从佛性的这个从凡夫的角度去先去解释我们这种现象。这里面呢，分开这个万因万果，就我们现在生活在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很大的骗局。那这个骗局的因是什么？骗局的果又是什么？虚妄的因和虚妄果是怎么生起来的？哎，大家看经文，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觉非所明，因明利所，所即妄利，生如妄能，无同意中，次然成意，意彼所意，因意利同，同意发明，因此复利，无同无意，如是扰乱，相待生劳，老久发沉，自相混浊，由是引起尘劳烦恼。啊，这是妄因，就是我们的一切尘劳烦恼痛苦是从哪里生起来的？最初它怎么生起来的？众生迷真尘妄是怎么个迷法？最初啊，说性觉必明，我们的自信本觉，自信的这种妙用，它从本以来没有颠倒过，也没有生灭，没有变化过。即便我们在轮回，我们的自信还照样在这里起用。哎，我们自己不知道，说性觉必明，妄为明觉。这个妄为明觉呢，这个妄字啊，就是一念无明。一念无明，我们就想出来一个明明白白的状态，这个状态是个假设的，是个假设的。我们大家对佛性有个假设，有没有？我们听法当中经常会把佛性假设一个东西，假设一个明明白白的东西，那这就是无明。所以你修行呢，如果按照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逆观十二因缘的角度去观照啊，也很有意思。我们静下心来就观察，观察什么？观察这个人有生老病死啊。那这个生老病死是怎么来的？是因为有我们的业力。那我们的业力怎么来呢？就是有啊，有生老死嘛。有是从哪里来呢？有是因为我们取啊，就是争取啊，获取。我们从小到大每天都在获取外界的东西，我们想争取得什么东西，所以呢，在争取的这个过程中就造了很多的业，就是有很多行为。因为你要取嘛，取本身就是一种行为，这种行为会给你带来一种影响，这个影响就是业力，就是有。所以我们不要轻易不要起心动念，要起心动念也起好的念头。因为我们任何一个念头，任何一个举止，它都是一种行为的习惯，这种习惯呢都给你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你习惯小呢，影响小。比如那些杂技演员啊，他有很多很高难度的动作，他怎么来的？他天天学习，他学习起来的，来造成他的一种影响。那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性格啊，也是从小一点一点的培养起来的。就是你习惯哪一种，经常去处在这种状态，你的性格、你的脾气就养成这个结果。这就是业力给我们造成的。那我们开车的技术就是一种业力，你学会了开车，你要经过慢慢的训练到一定程度呢，这技术就已经存在了。所以业力的存在啊，
我们讲一句话，比如说你不会英语的人，你看你没有学习那个，你就没有讲英语的这个能力，但是你一旦学会了呢，那个能力就在那里了。所以取是我们整个行为业力的这个前提。那为什么会取呢？是因为我们有爱，有爱呀，我们有执着，我们觉得这个好，我们就会取，就会摄取它，就喜欢它。那喜欢了以后呢，你就会付诸行动。所以取是因为有爱，爱是为什么会爱呢？爱是因为你有受，你有感受，你不会去爱一个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不认识的人，你不可能去爱的。只有你跟他交往有感受了，就我们吃饭一样，你喜欢吃什么饭呢？你肯定不会讲一个从来没吃过的饭说你喜欢，你喜欢肯定是你吃过你觉得好的东西。所以呢，爱是因为有受，有感受。感受是怎么来的呢？感受是因为有接触，你要是不接触你怎么会有感受啊？所以在家人呢，夫妻之间，年轻的人这个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他觉得挺好的，结婚了以后呢要离婚，他接触不太好，那接触的这个效果啊，不频繁，可能跟别人接触多了他就爱别人去了。所以接触它是直接导致爱的前提。那为什么会有接触呢？那因为我们有六根六路啊，就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天天在接触，对吧？我们一个月在这里讲两堂课，两天，那你就接触佛法就两天，还有28天你去接触什么东西不知道，你去接触的那些力量都很强大的。然后呢你接触了佛法，一生当中如果他们算起来的话，一生当中都做一个出家人，专门修行的出家人，当60年算，你可能真正修行的时间没有超过5年，这很可怕。60年当中，我们小时候10岁以前是什么事也不懂，10岁以后到20岁呢，在学习的过程，所以这20年去除了，你们没办法学习，剩下就40年了。